传统的八家将阵头现在也被融入机器人的舞蹈中。中部一间大学参加大陆举办的机器人大赛，用八家将的舞步得到了一等奖。八家将的威猛神韵，每个踩步力道的呈现，在这些机器人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学生们设计机器人，将传统的八家将概念带入机器执行的城市当中，设计出的机器人参加大陆机器人大赛，得到裁判的青睐。那这个机器人它有16个关节，按那个16关节，只要有一个关节不太，角度不对，它就会跌倒。对，而且八家将有很多那种比较高难度的，要表现出它比较威猛的姿势。这只灵活的小黄在快节奏的音乐下街舞倒立，有时候比人类还要活泼。不过要设计这样的舞步，许多细节在机器人上并不容易。节奏感比较重，节拍比较重的歌，就是这样子才可以凸显出我机器人有搭配程式有在对拍。这些由学生设计的舞蹈机器人参加亚洲机器人运动竞技大赛获得第一名。由于是两岸学生共同完成，大陆的交换学生还说大陆没接触过，来台湾从零开始比书本上学的还多。记者陈孟辉彰化报道。